Flash 的加油 ，Flash 的加油，雷神的传说们快速加油。凌云从小林口中知道了林峰让赛一事，凌云为此深深不忿，决定提出与林峰对决。就在林峰大感为难的时候，马威叔叔的一番教导终于解开了林峰的心结，让林峰在与凌云决战的时候放开自己，凭着真正的实力让凌云无法招架。林峰，难道你要使出？没错，剑锋乱舞。糟了，雷鸣号硬撞上去的话，肯定会被凤眼号的旋风掀翻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吗？旋风乱舞居然也起不到作用。想不到吧，为了抵挡你的旋风乱舞，我早在比赛之前就像秦海一样将战车加重，防止战车被卷走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你的战车不被卷走，你也没办法超过我的车。什么？好像被林峰看透了一样。没错，这就是操控技术上的差异了。可恶，不信超不过你。不，雷凌号经过改装之后，虽然稳定性、灵活性和速度都大大提高，但像这样一辆超强的战车，如果没有相应的操控技术的话，失误就会越来越明显。啊！反观林峰控制风影号的技术就越来越熟练了。
不相信永远都比你差。小云，我的封影号跟你的雷凌号一样，已经改装到最完美了。既然现在我们两个的战车都是最高级的，剩下来就只有用操控技术来一较高下吧。尽管放马过来吧，我不会输给你的。你的战车虽然已经改装了，但是操控技术不好，就算改装得多厉害也是没有用的。谁说我操控技术不好？看我怎样超你的车！看我的小云，你输了，快向月明道歉。哼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本来也没什么。不行不行，他既然做错了事就一定要道歉。我做错什么了？别以为自己心情不好就可以出口伤人，有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？以前都是我太纵容你，才让你变得这么任性的。我用不着你教训我，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你能够赢我也是因为改装了战车。不错，我的封印号是改装过，但如果我没有在操控技术上用功，你说我能赢得了你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，就是因为你只着重改装技术，却没有用心去提高操控技术，只追求力量是没有用的，否则刚才就不会白白放过那么多次超车的机会。怎么，你非要在人家面前数落我不可吗？那又怎么样，一个赛手如果不能接受失败，你认为还配当一个赛手吗？其实做错事并不可耻，知错不改才是错上加错呢。好了，快向月明道歉吧，他会原谅你的。我才不要他原谅呢。为什么说了这么多你还是不明白？你要是这样，那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哥哥了。啊，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不要这样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不要吵了。不叫就不叫，谁稀罕呀，哼。啊，你要是这样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哥哥了。你果然在这里，你还是听你哥说，回去跟你的朋友道歉吧。你不是一直也觉得哥哥不应该这样对弟弟的吗？但是我也知道哥哥不理弟弟，其实心里也会很难受，我以前也试过。难道你也有哥哥吗？就像你们俩兄弟一样，以前我和哥哥也总是一起练车，一起做所有的事情。但是哦，你哥也玩车呀？有一次我看到他改装他战车的外壳，我想他帮我改，可是他说我操控技术不好，拒绝了我。之后我忍不住偷偷地拿他战车的外壳来看，想研究一下，却不小心把它打破了。他一定很生气吧。喂，
演表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决定不再靠我哥，自己专心的研究战车的改装技术，希望有一天证明哥哥说的操控技术胜于改装技术的理论是错的。谁知道，哦，原来你和我一样啊。我现在的改装技术虽然提升了，可心里却很不舒服。再加上今天看到你们两兄弟的比赛，我终于明白了哥哥的话是对的。可是你哥哥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生你的气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也觉得哥哥因为这样就大发脾气有点不可理喻，但与其要我赌气不和哥哥说话，我宁愿低头向哥哥认错。认错？要怎么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嗯。啊，这不就是剑山号的改装外壳吗？那是你哥寄给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哥？本来天表哥不让我告诉你，怕你不要，他说当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就好了。你还不把新外壳装上你的剑沙号试试看合不合适？东东表哥，麻烦你帮我还给他吧。你还在生气天表哥骂你的事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错怪天表哥了。什么？你也知道天表哥一直都在医院当义工照顾患病的小孩。有一天天表哥认识了一个患了眼病的小孩，那个小孩因为很喜欢玩遥控车，所以很快就跟天表哥做了好朋友。后来天表哥知道那个小孩子得了先天性视力衰退的毛病，很快就会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而他的愿望就是可以看到一辆改装完美的遥控车。天表哥很希望可以完成他的愿望，所以答应一定会在他还看得见东西的时候把剑沙号改装成功。可是那车是我打破，哥哥才会。天表哥其实很后悔那时候对你那么凶，所以才会把这个机会来给你的。这个外壳是他在国外找了很久才找得到的，是和你的剑沙号最搭配的改装外壳，有哥哥真好啊。哥哥，对不起。哦，难怪秦海会帮小云了，就算是这样，那个大笨蛋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呀。对不起，因为秦海和他哥哥害得你和凌云弄成这样。这根本不关秦海的事，是小云她太任性了。肯定。请大家不要放在心上，小云的事我会处理。你放心吧，秦海已经去找凌云了，他会劝凌云不要赌气，承认错误，希望凌云会明白吧。我对小云有信心。秦海，那么晚还叫我出来，有重要事情吗？先坐下吧，快点快点，你看这是改装了的剑沙号。哇，好酷啊，这个外壳真特别呀。当然了，因为剑沙号的外形比较特别，所以在外壳改装方面很困难。这个外壳的扰流器跟配件都是专门为剑沙号设计的，可以说是最适合剑沙号的终极改装外壳。有了这个，剑沙号的性能就接近完美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赛一场，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。好啊。黑夜飞车更加刺激。号过弯时的反应速度加快了，而且车身也变得更加稳定了。继续冲啊，剑沙号！
只是改装了外壳，性能就提高这么多，太了不起了。秦海，你也照着这个样子帮我的雷凌号改装一下吧。可这个外壳不是我做的，是从国外寄回来的，是我哥哥特地给我的。我以为哥哥怪我弄破他一辆战车，但东东表哥刚才说明白一切了，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。原来是你误会了你哥哥。跟哥哥吵架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。小云，你也去向你哥哥道歉吧，可别像我从前一样老是不肯道歉。这是两码事，总之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可是之前你还不是说我哥哥不对吗？现在跟自己的哥哥和好了，就帮着那些哥哥说起话来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可是你现在跟你哥哥住在一起，难道你想跟他不理不睬，就这样生活下去吗？你少管了，大不了我以后不回家了。凌云，喂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好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是秦海打来的，他说凌云自己一个人跑掉了，还说从此再也不回家。啊，小云他真是又发什么脾气啊？那个，我看小云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别担心。小云的脾气，我担心他又跑去闯祸。我是他哥哥，怎么可能不担心他呢？好的，那我就跟你一起去找吧。放心，凌云没事的，我也去找秦海把情况问个清楚。嗯，那就谢谢你们两个。我要先打个电话通知舅舅，要我回去跟哥哥道歉。哎，哥哥可能已经在生我气了。谁在哭？这几辆车似乎有点眼熟啊。好厉害呀。看够了吗，凌云？没想到我们又再见面了。原来是骗子黑剑啊。怎么了？你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要不要跟我们比一场？还是你没有这个胆量？哼，比就比，正好我心里有火无处发泄，输了的时候可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喂，舅舅，我是小峰啊，小云她回来没有？没有啊，你们不是在一起的吗？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？小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跟朋友说以后都不回家了。这小子发什么神经？他回来我一定以舅舅的身份好好教训他。那我再找找吧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在哪呢？小云这小子真是的，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平常去的地方我们通通都找过了，这家伙还能去哪里呢？要是有地方能把他留下来，我想应该就只有有赛道的地方了吧。我想起来了，听说最近有人常在旧网球场那边玩车，不如我们去找找吧。那快去。居然能躲过，他的实力比以前强多了，怎么会这样？
而且用三辆车轮流攻击我的雷凌号。没那么容易。糟了，要是继续这样的话，我的雷凌号撑不了多长时间了。看你逃去哪儿，乖乖的被我们解决吧。小钟小丽为什么又跟他在一起呢？没办法，看我的神龙摆尾。好，有意思。怎么回事？连神龙摆尾也摆脱不了他们。老鼠是逃不出猫爪的。糟了，要掉进洞里了。玩可以啊，等你的车能逃出我们的阵法才说吧。啊，我的雷凌号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小鱼。风影号和电光号，小鱼哥哥。喂，比赛还没完呢。